假如说我们本来就有在计划这件事情，但是没有想到它在这个时间点出现。上次我在谈论。对，因为那时候还不能讲嘛。对啊，因为我很轻松开玩笑，然后他就还以为说那一定没有，有了之后他就去看医生。哇哇！对啊，你看你看。Hello。这是我胸部。